大家好，我叫江文，是文理治疗师，最主要就是帮到运动员去做复康和医治的。其实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喜欢跑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跑步是一种很好的运动，帮到我们健康的。但相对来说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到很多运动员、普通市民跑完步之后，大部分有些膝盖痛、脚踭痛、或者肌肉拉伤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其中的原因，就是他们忽略了他们做一些跑步之前做一些热身运动，和跑完步做运动之后少一些缓和运动。我们跟着接下来的12集就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方便做到的热身运动和一些缓和运动，去减少这些做运动产生的创伤。